大家不要急，同志们，大家安静一下。好，同志们，静一静，静一静。我是市委书记。有什么话跟我讲？慢点，是你们让我们砸碎铁饭碗，说不吃大锅饭。可现在工程下马了，我们没饭吃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对不对，同志们？静一静，静一静。建设特区，坐这儿怎么好，说的天花乱坠。可是没几天，工程下马了，没活干了，饭碗砸了。你说你们工人什么呀？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好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大家发脾气也好，吐苦水也好，我都理解，啊，同志们呐，请大家把眼光放得大一点、远一点嘛，吵什么用啊？啊，我们建设特区要有建设速度，也要有经济效益。我们特区不能成为软骨美人，要有自己的工业区，有自己的工业骨架，才能撑起特区城市。是不是啊，同志们？是市长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们的工程不能下马。这57座胡子工程的下马，是经过严密的推敲和慎重的考虑的，是市委市政府共同下的决心。这个决定绝不能更改。市长，我们都没有办法。千万别吵吵了，我们还不是解释呢。我希望你们不要走后门，给规划局施加压力也没用。有关善后的工作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谈，但是工程下马的决定绝不更改。那我们在想办法，大家不要犯傻。如果出了问题，我负责。还要告诉你们，为了确保工业建设，决定对个别胡子工程，我们将炸掉它，出卖地皮。什么？炸掉？怎么能炸？江市长，再见。你回去吧。再见，早点休息。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。我这个当家的被人骂够了，鼻子快被指责得像个龙虾头了。是啊，做好了是应该的，错了就要检查。